影视作品中最忌讳的就是穿帮，然而即使再精良的作品，细心的观众也能发现一些穿帮的镜头，有的蛮搞笑，有的蛮尴尬。一起来看看下面的这些穿帮镜头吧。《新还珠格格》中，尔康大婚当晚，新郎拿起喜称挑起喜帕，哈哈，镜头竟然来了个500G，这个也是很牛掰了。《古惑仔4》中，筛基生番的辩论大会上，红衣女孩指证生番被东星耀阳开枪打中前胸，倒在台上躺着，还睁眼看热闹，后来竟然自己坐起来走了。耀阳那把贝雷塔82是假枪啊，哈哈。白夜追凶开场的长镜头不错，可惜在最后穿帮看到了机器吊臂，哈哈，这镜头穿帮穿的我东哥演技都差了，不过依然最爱步惊云。哪个女孩不想有这样一个男人爱自己，安全感爆棚。我的前半生中，罗妈妈开始没有带着吸烟管，随后她老人家鼻子上瞬间就戴上了吸氧管，瞧这吸氧管上身的速度简直惊人哟。乡村爱情从第一部到第八部，慢慢的也走大尺度路线了。剧中关婷娜的打扮真是太诱惑了，而且剧中的凸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